今天是2004年7月15日，现在接近是晚上的6点钟。现在来到的尼斯最有名的英国人大道，哇，嘣！现在那个水上的降落伞。接下来呢，还有两位马上要就位就定位了，下一个的部分。这是非常漂亮的整个尼斯海滩英国人大道，绵延呢大概有5公里的部分，来请看。现在时间呢大概是6点，我们这边观到大概6点半，因为6点半要集合，晚上8点还要再开会。陈嘉祥在尼斯现场报道。这边的小沙滩，因为这边是比较 public， 就是属于公众区域的部分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一些呢是属于是整个饭店所拥有的啊、所以相对的人跟多跟少就会比较一样。天气呢很不错，这边有看可以看到 superstar， 但是机会是比较少的啦。